这整个画面就像在搜寻一个声音的一个路径。那这个路径，我希望有一些山林的想象。那这些山林想象的那个图样，来自于电脑录音的那个频率图。黑色颜料都是导电碳末，碳就是石墨，它就是会导电的材质。那我把它当作像颜料一样涂在墙上。那其实它有接电，那我再把它接到扩大机里面。那我们接触的时候，人体也会导电。那透过导电让身体发出声音。那其实这些声音的来源都是一些杂讯。可以去搜寻那个有声音的路径，悠游在一个声音的山林里面，比较接近说让身体跟空间产生关系，观众跟我的作品产生关系，观众跟我的一种对话。